每次到场就全部垃圾丢出去，然后笑一下啊。有时候我们勉强自己笑，不过也有用，因为我们细胞它都是很笨的，它都听那个信号而已，听懂吗？它看啊，它现在那个细胞，这那个嘴巴细胞都翘起来嘛，它笑的，然后它就全部身体的细胞认为啊，这个要笑的时候，那大家在里面也一起笑。如果你们真的有那个什么放大镜，你就看到每个细胞都笑嘻嘻的，哎，那个时候就我们自然了，精神会好起来，然后那个心情会好，试看看，OK？回去要笑眯眯啊，笑眯眯招待家人，嗯，最少每一次进门我们的家笑了一下，笑了几秒才进去。继续这样笑更好，不过也要笑，要变习惯，不然人家都认为你们呆的。接一下而已啊，接一下。再见了。笑一下。以后不笑不能进门了。以后不笑的话，收识别证。这叫比较有效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只有几个小孩而已啊，没什么不能笑的啊。我小孩那么多，还可以笑得出来呢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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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够了啊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为什么我们要笑？多一个秘密的啊！你看，你看任何人哈、啊，不管他多丑哈、啊，他一笑起来哈、啊，好漂亮，有没有？有一些人这样子吓我了，他平常我看到他脸好红，他一笑起来，哦，我一直想看他。啊，所以你们想要就是说开一点的玩笑，笑甜一点就好了。哎，好啊，小心啊，我要走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没有马上，笑就漂亮了。都要马上。没笑的话就太年轻，你看我就知道了。谢谢，师傅很漂亮，师傅好，很漂亮，好。
挺漂亮。下个礼拜再见 ，OK。好。你是不是妈妈在过去？还有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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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。这边让他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慢慢看。爸爸，这边才能过，你们的烂的米粉，所以才这样啊！放不起来，吃不下去啊！我昨天晚上嘛，因为我整天没有吃饭啊，早上有吃两块吐司了，因为要行啊，还有喝一杯茶，不然我行不起来了。然后到晚上啊，两三点没吃什么，我就从上面闻到那个烂的味道。本来认为很好啊，因为鼻子跟那个舌头那两个都不合的啊，所以他那个鼻子骗那个嘴巴就说不错了，快上。他们那个功力太厉害了，原来他们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弄掉的，那个剩下的米粉啊，所以在那边酒里面师傅帮忙。
只管外面是不要下去把这个处理。我业障烧足啊，结果我下来本来看那个很大的，认为就可以吃了，结果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。好烂好烂啊，那个时候两三点早上，然后去哪里都找不到东西呢，只好吞下去啊。嗯，难怪都全部留下来的好几锅。他们还跟师傅说，奇怪，师傅同修什么越修行越不想吃东西。我也很高兴，我说哦这样子啊。哦，那这样子那怎么办呢？他说对啊，师傅，我们怕明天坏掉啊。我说不会啦，那加一点水就好了。明天就变新的菜了，加水就变米粉汤。他们说怕那个味道已经很酸了，师傅。我说好，没关系，你炒一炒弄给我吃看看，还好的话。我们今天把它煮里，我偏偏他们说，哎呀，跟师傅吃比较好啊，大家一起吃。结果也骗不了他们啊，他们每一人就吃一碗那么小小的，哇，弄我一碗这么大。我又这个女孩子，好人家的女孩子啊，哎呀，乖乖的吃啊，我还吃的受不了。到今天看到面粉还想跑掉，还想出国留学的啊。那以后你们煮饭的话啊，不要想到太太又是丈夫嘛，你要吃粗的话自己吃。不要把工业拉给我们特别可怜的师傅啊啊，求就灵了。那吃不完了求我干什么？我度量不大，你看吃你们那种面粉呢、啊、然后也不错了，就谢谢你们，我身材蛮好。如果你们煮太好的话，我今天就变弥勒妹妹了。OK， 真的我要走了。最后一次了。